如果只要执着，为什么会有这一念？你的麻烦就来了，你就掉到六道轮回去了，愈陷愈深啊！所以佛教给我们修学的原则呢，不要去问理由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你想找它，它已经不存在了，你还找它干什么？啊，这个念头是1600兆分之1秒，你怎么能把它捉住？借火，凡夫列灯不出，其场皆坦，不可测度。华严所比，却在此经。而天下古今，信心宜多。此凡一时，于唯有破心沥血而已。这些话都是莲池大师讲的啊，欧耶大师在这个《弥陀要解》里面讲的啊，欧耶大师讲的。几乎是感叹的话啊，净宗法门标榜的破地凡夫啊，要是如理如法修学这个法门，都能够一生证得不处菩萨。不处是等觉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一生圆满成佛。这一桩事情确实是其唱即谈啊，唱是提倡，无比奇特的提倡啊，为什么呢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谈经说教，那也是讲到究竟，究竟处了，这不可测度，不但是凡夫没有办法去测度啊，即使是菩萨摩诃萨，他们也无法测度啊，没有办法想象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可不可能？在理论上讲是可能。因为凡圣呢，只是一念之差，一念要是觉，凡夫就成佛了；一念迷呢，啊，那就是做六道凡夫了。啊，迷悟确实在一念之间，这个一念我们都不懂啊。啊，说一念呢，我们是含含糊糊。知道什么叫一念啊？这一念在大乘教里面就叫做无实无明啊，一念不觉嘛，这就变成凡夫了啊。这一念，世尊在我人王经上讲的啊，是一弹指60刹那，一刹那900生灭，那一个生灭叫一念这个时间太短了，
我们无法想象的，我们想一个念头都不止一弹指了。我们读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这一段是在菩萨入胎经里面讲的。啊，佛问弥勒，心有所念，这叫凡夫，心里头动了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很粗啊。啊，心有所念。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、几相、几个时？佛问这么一句话：啊，凡夫心里动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有多少个细念？啊，有多少相？有多少识？相是阿赖耶的相分，境界相；识是阿赖耶的见分，受相行识。弥勒菩萨的回答，实在讲是说给我们听的。世尊带我们提问。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佛经上的名词叫诸法实相，我们不了解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也是用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是十万，32亿乘十万，320兆。用中国的讲法，320兆啊，这一弹指，比《人王经》上讲的多啊。我们晓得，《人王经》上释迦牟尼佛是方便说啊，这一弹指。320兆的念头啊，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？我大概可以弹4次，我相信有比我快的，速度快的啊，速度快的应该可以弹5次。如果弹5次，1600兆，那就在我们讲秒啊，现在科学里用秒做单位。1600兆分之1秒，那叫一念，那叫无始无明。那么这一念，弥勒菩萨讲了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啊，就释迦牟尼佛讲的相啊。形皆有实，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实，实是什么？受相现实啊，就心理的现象。形是物质现象。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是同时出现的啊，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，受想行识是阿赖耶的见分啊，那个一念不绝，现在科学家称为能量，在佛法里面讲阿赖耶的业相，业相就是一念不绝，这个一念不绝，
它是震动，是波动，啊，非常微细的波动。啊，它这个动跟出现的物质跟精神是同时的，都是在一念当中完成的。啊，也就是我们用弥勒菩萨说的这个算法，啊，1600兆分之1秒，啊，1600兆分之1秒完成，真是属宇宙的缘起，万法的缘起，啊，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缘起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的。啊，近代科学家发现这问题，把佛在经上啊讲的这一段呢证明了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一念呢没有原因。啊，你要找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有这一念？这一念是几时起来的？你想想看，你已经从妄想掉到这下降啊，降到分别，降到执着了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那个念头才动，里面没有分别之处。他所现的境界是什么呢？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一真法界。如果一有分别，为什么会动？啊，起了这么个念头，分别，一真法界没有了，变成四圣法界。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。如果再要执着，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一念？你的麻烦就来了，你就掉到六道轮回去了，愈陷愈深啊！所以佛教给我们修学的原则呢，不要去问理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你想找他，他已经不存在了，你还找他干什么？那这个念头是1600兆分之1秒，你怎么能把它捉住？最精密的科学仪器都找不到。啊，它起的作用非常大，因为它是从自信里变现出来的，完全称心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